那个宣传走了。开始了吗？嗯，就在这，他这没夹那个夹机，不用夹的，哦，没夹，哎，不能夹，让他看一下，现在不用表示，第一步测试没问题 ，liquid 是 ，liquid， 啊。完了，你再架好那个家具。把那个电脑上那个给我拍一下，然后点 yes， 然后要把这个屏幕给你点 yes， 不然它会喷油的。现在架好，来把这个架。哦，开始。对，现在。但是整个夹子，我夹子也在打哈，夹子的时候也在喷油啊，对呀，夹子的在第二步，对呀，夹子的时候你就第一步都喷油，就带了一个油味线，这不是他妈小，它本身是危险的啊，看这上面防护标志，先看说明书，先爆炸，戴手套，高温，戴眼镜。
to another. Yes. 今天加好钱了。318是写多少个数据吧，一共2000的这压电的老了，就是之后随便点开一个看看。看清了吗，郭大？李大哥，你我们副总跟
厂长陪你，我就回去厂的。你要是回头的话，就走厂长再到我那。奥特曼早就到了，下次。奥特曼早就到了，昆山南到常州站，奥特曼不能就到了。行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你再给我打电话，好吧？好，有我们大厂长在这陪你，陪你看看，我就回去了。好，好，走了，回去啊。他这个数据和825数据是一样的，一样都一样的。你可能是把那个825那个数据再打开，啊，你对照一下可以。你也可以。那个就是多，多什么呢？825的那个票房，那个票房。哦，应该是多。可以讲啊，但你可以讲，但你可以让有些客户自己讲。他那个有不现实，那是专门只有拿到信号单位接。没有，就是你单位提供到那个电源上有电池 ，USB 线插上这个电源插上，就驱动桩，它装个驱动，这是 Windows 实验课一个单位接的。人家系统是怎么的 ？Windows。Win7的。Win7。啊。这也能上网啊？WiFi， 对，能远程服务，可以连无线。这是带枪的制冷的是吧？这个有枪，这是枪制冷是吧？这个啊、嗯，这个是温度大到45度以上，它就会降温。降温。如果是低于45了，它自己都停止转动。还有电容分配。玩游戏来的吗？有，哪一个？哪一个色？我们那个八度啊。这现在有流氓游戏。啊，这几年的有的，有的他们已经发布了。一会儿，待会儿我让那个嘛，让他都打开，让他拍个视，拍个那个简单的。这是318。对啊，318。318我也可不行，我说你，我先对一下我。对。咱一个个弄完这个来弄二号。绝对能放在这个。